熟练的用脚操控电动轮椅，穿梭在嘉义市区的街道上。他是林家伟，一名重度脑性麻痹患者，同时也是推广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的行动家。这天，他将独自前往大卖场，与他的个人助理见面。所以你有慢慢开，让他们在后面慢慢跟。没有，做个人助理做多久？快十年了，有吗？过程有什么磨合？刚开始我都听不太懂他讲话，所以他讲什么我都一直叫他重复讲。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比较熟识了，也比较听得懂他讲什么，就是服务久了也变成朋友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不晓得那个自立生活这个方案，但是接触之后，我觉得它不光光只是用在身障者身上，他们的理念就是自己决定嘛，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负责。那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应该要做到的吗？只是我们可能是运用在不管是工作上或是交朋友上面，但是他们可能把这一套运用在可能一些生活的基本上而已。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两人之间的默契不言而喻。个人助理代替障碍者失能的部分，但只有他们能为自己做决定。台湾的自立生活运动最早由日本传入，在障碍团体不断的奔走与倡议之下，2011年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服务办法正式纳入自立生活支持服务，希望透过个人助理的协助，让障碍者能够在社区里自主生活。目前台湾大多是由各县市政府委托民间团体办理。收到身心障碍者的服务申请，然后我们在协同那个身心障碍朋友那个同侪支持员去一起为他做一个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计划。住宿的部分会依据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他想要申请的项目去做规划，啊，看给多少小时。日常生活当中的照顾服务，基本上我们核定的部分会比较少，我们着重在于说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他的那个社会参与。他们透过申请个人助理之后，可能本来没去过的餐厅，或是说本来很少跟朋友有一些聚会，因为他从交通开始到用餐等等都一系列的不方便阻碍着他，但是申请个人助理服务之后，确实能够让他有效的社会参与，甚至再重度甚至卧床的障碍者，我们都不希望他住进去就是全日型机构里面，因为就他进去之后生活就已经不能自主了。所以像这样的障碍者，我们反而会去鼓励说他多申请个人助理。我们可能会办一些小旅行啊，然后我们就会去带大家去观察无障碍厕所，或是说斜坡板，或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导盲的点字的说明。那这无障碍其实就是在我们自立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的时速有多少？最快的时速是57个小时。57个小时而已。如果超过时速，要自律。那个就不够了，可是我都控制在50上下。本来看到这个，代替我嘴巴，代替我的手脚。各助就去代替他的手脚。那嘴巴。还有嘴巴。其实问题是，如果连这个，如果连吃这个少钱的话，其实对，各自的发挥是有限的。障碍者要自由外出参与社会活动，每个月可使用的个人助理时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嘉义地区没有时数上限，但在核定上仍需考量经费预算。而这也限缩了障碍者自立生活的可能性。那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我障碍者已经就不方便了嘛，然后我们的社会环境确实也不利于我们就业去改善我们的经济能力。可是我为了要实践生活，
我却要多缴一笔障碍税。我觉得时速上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们可能拟定自立生活计划之后，我们明摆着写说我们的时速需要是60个小时，可是我们申请过后最后收到市府就一直公文说好你只有几个小时，这过程是完全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这从根本上就限缩了障碍者本身的生活。这样子以嘉义市今年112年来讲，光我们的那个服务费的部分，嘉义市拨了500多万，嘉义县只有400多万。好，那就是跟我们服务的案量有相关，提高更多的服务使用时数，政府所要编列的经费预算是一定要更多的。那相对会因为一个人如果提高很多的时数，会挤压掉其他的身障朋友所使用的时数。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困境是嘉义市，服务员算是比较小，那相对的服务使用者的案量也很多，所以其实那个压力还蛮大的。那在嘉义县这个区块，反而是因为嘉义县的服务员广大，就变成说我们在各住的媒合上会有一些困境。不论是经费不足还是地域限制，都是个人助理服务所面临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对自立生活的理解需要有所改变。我们台湾就是去它的历史脉络去看待身心障碍者的部分，会造成说我们都会把它讲成是独立生活或是自立自强，就有点变相的要去要求障碍者不能依靠任何人，然后去完成他的生活。那其实这个跟自立生活本身是相抵触的。基本上我们对自立生活或个人协助目前出在的关键就是，我们的政府虽然有通过一个法说我们要执行联合国的生存公约 CRPD， 可是我们的政府对身心障碍者的服务的介入一直都停留在慈善的观点。可是现在那个整个联合国生存公约，包括国际上在做身心障碍的相关的服务或政策，都已经建立在人权模式的观点了。可是我们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用慈善的观点，那地方政府也是。嘉义地区的身心障碍者有52000多人，然而实际使用个人助理服务的却不到80位，这巨大的落差恐怕需要制度与观念的改变才能弥补。我们的制度希望障碍者成为一个梦想家、圆梦家，可是有时候在制度上这可能不被允许这么做，因为他要事先规划好他所有的行程才可以去申请服务。这个就是制度上造成他就是他的困难。对，每个人目标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你呢？像我就是可以像你这样子，这就是个外出不依靠家人，我自己会还在外面到处跑，人家想要做个事，但是往往能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